各位维新圣教啊，大凡事，各界贤士同修啊，这个天文本来就灵，弄成大家渴望是啊能平安，但是要平安很重要的啊，就是要神。神啊，要神，要人啊，爱着华，爱缓缓。好，我们学易经的人也努力啊，但是神也加持，缓在人神之间啊，在扭转乾坤。我们要感恩的就是各位同修，您大家努力诵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，外国人世界各国都很好奇台湾那也叫你平安，数不低那是维新圣教维新弟子，大家认真诵经，567万部为功德，来回向，来加持，啊，来超度。有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了解老祖给我们的信心，都会用在。啊，每一个阶段性的灾难，大家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就能圆满了啦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啊，你们的努力诵经，我很感恩。那么世界195个国家，那么多的啊确诊，啊天瘟，那我们现在。维新贤士，我们诵经就要回向啊，祈求世界各国天瘟永息，天灾永息，五谷丰登，世界和平。天瘟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有饥荒的问题，饥荒，脑筋。因为这个啊，天瘟走行整合的生活圈都乱掉了啊，所以社会上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智慧的人、有福报的人啊来运转，否则的话，天下会大乱啊，闹饥荒的世界将会有。30多个国家会闹饥荒，一饥荒战争就来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们就是为国修道，为人类祈福。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常常的说啊，世界那么乱啊，你请示老祖啊啊，怎么样来让世界不乱啊，让世界各国都能平安。我你有够慈悲呢，可惜啊，你的师父无迄个能力呢。啊，干那烦恼啊，所以大师兄也烦恼死呢。啊，伊不是破灭死呢。
啊，欢乐喜也慈悲啊。所以给大师兄圆通禅师离开世间走了，他回归到日月光菩萨，啊，做到日光菩萨，啊，在一个太阳里面来看众生，啊，地球在转，啊，一直在加持。所以老祖师尊传给我们很多妙法，啊，你要会悟，你悟了，你就是神，就是佛，菩萨的化身呢。那么老祖叫我们当下性，就做菩萨，就做神，你只有一条路，依法诵经。集合功德，诵经的功德可以扭转乾坤，诵经的功德可以消灾化劫啊！所以本为信圣教，各位贤士同修啊，你们这台湾平安守护神，啊，这五千年来，老祖倒下慈航，来封神，封各位都为台湾平安守护神，安有光荣无？啊，要让台湾平安，啊，这个守护神不简单呢。啊，在这几年来，每逢9月9日，九九登高，修一切法，在台湾百岳山头加持。那么大凡寺，你们分配的在哪一个山头？马拉邦山。哦，马拉邦山。啊，那。将老祖所传的法宝在马拉邦山啊供养法界啊，常常听到人大师兄或者说去马拉邦山啊去做消灾化解啊，怎么施圣怎么施圣，我知道怎么施圣啊。圆通法师你们在哪里啊？去哪里消化解？去哪里？啊，你到着陆去，到着陆。啊，圆明法师呢？在易经风水学院。啊，这易经风水学院。啊，这整个台湾，有的北，有的南，有的东，有的西，把台湾规个拢考掉掉，连续考三年。啊，守护着台湾的平安。这是台湾的兵，演过星空庙的仙。啊，到了去年二月二龙抬头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。是台湾平安啊，加上我们大凡寺你们大师兄每个礼拜六带着你们在这里诵经啊，他自己的内心也一直在祈祷着台湾平安啊，各位也在祈祷台湾平安。所以这一个庚子年的天温才会这么的平安台湾啊，这是有原因的啊，也要人也要神也要法
啊，所以华无定华，神一切啊天人、圣神、活菩萨都有华。那么我们人不分王侯将相、宦夫走卒，凡是你能依法诵经，你的功德集合起来就不得了。啊，包括我的外孙女小女，国小一年级，啊，她也字还看不懂，用字音的诵了八部。诵了八部呢，他问了阿公，我诵八部，台湾会平安吗？小小的小孩子，小女孩，啊，就会阿公，我不想世界战争哎，啊，我不希望世界有战争，本来我要去看极光，啊，这现在我不想去了，只要世界没有战争就好，那你就好好读书，好好诵经，啊，他念经。阿公说：“阿公这样有效吗？”“有哦，很有效。”所以，王侯将相、宦夫走卒、老少，依法修行，功德都一样哎。啊，还有呢，有的师兄、师姐中风了，诵经没有办法，诵，香点起来，啊，香卡。滴滴滴滴点，一字一字点，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滴滴滴点，还是一样有很大的功德天呢。所以《鬼谷先师天陀经》，老祖开示，而未来将成为世界宗教的主流。啊，这个《天德经》啊，将来世界各国所有人类要世界和平，要天灾永息、天人永息，只有一部经《天德经》，依法修行、依教奉行，绝对会平安的啦。所以，我们谨遵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开示，我们依法修行。一教奉行，大家就是神的啦。所以我们勉励各位，今天第六天的灵确诊，继续灵确诊下去啊！你们上课啊，口罩就可以拆下来了。哎，各位同修，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，你要到哪一个社区好不好？一定要先占卦啊！台北县原来山区有一个大社区啊，我们有同修师兄，他要去买啊，广告了不得了，很好。结果他问我，我跟他占个卦，没啥的，带破，是要带破，白虎星旺得不得了，凶神恶煞很凶很旺，表示这个地方你没大的。啊，他看了广告，好羡慕哦。后来。又跑到先佛寺问我，我谁在你啦？啊，既然你要问我，啊，你个安呢？啊，我不相信，问我会死哦。伊讲师傅，你来遐尼土，我来较斯文呢，你无相信，我无较土嘞，当头棒喝，
啊、哦，所以他就没有买了。过了半个月，啊，戏子，哎，什么的，帮庄，林肯大地，那什么大地，林肯大地，哦，对，帮庄，爱来去呼吸呀、啊，哦，那阵呢，结果起来老祖跪老祖面头在哭，我对不起老祖啊，我不是不信你呀、啊。我信不下去啊，我看那房子设计很漂亮啊、表面看不出来，所以用意了了分明嘛。所以各位同学啊，啊，易经五千年来，你当下现在我把它弘扬的最彻底。为什么啊？用的弘扬这么彻底？回顾到壬戌年，民国七十一年，啊，我一场大病，二月十九日开始病，啊，差点病死，啊，后来求助于台湾祖师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就指示了，说要开天，等你一个人，等我，望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？我一个病恹恹的，啊，楼梯爬不上的一个病人，哪有什么那么大的能耐呀、啊？什么开天？啊，他靠破坏也没在开天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笑一笑啊，那你的反驳是理所当然啊，但是你还没有悟啊，要开天反正要参加开天啊，开南天，我想开什么南天啊，那后来观世菩萨慈悲啊，把台湾祖师慈悲，把我的身体医好了，才七月二十四日在台东大武山岭山腰呢啊修行开南天。那时候我所看到的啊，不可思议的啊，这殊胜的因缘。啊，那时候开天，后来完毕以后，我才悟了一化开天。啊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，万法生成，一化开天，啊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。万化生成，我终于悟了啊！这个是开天，这是一道天机啊！啊，五千年。啊，到现在当下的民国零年，总共五千年，啊、这道是一以贯之的，啊，所以老祖就开始了，你要将易经风水
宗教融为一炉啊，要弘扬天下才能太平，世界才能和平，人间才能够成就为净土。这一化开天就是易经的阳爻，再化辟地阴爻啊，所以整个的过程充满着神秘。但是呢啊，混年修真宝照绝经，你们有没有？有。你们要多看几遍啊，哎，你就了解我们的法门啊，是不是空穴来风，现在公共跳跳而已啊，都有文化道统法脉根源。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开天，他就伏羲氏族的化身，啊，你是不是伏羲氏族的徒弟啊？哦，所以同修，你们都从蓝天一打开你们的守护神指导灵，都从蓝天下来耶，和你们已经天人合一耶。中午吃饭，我们圆寂法师啊一起来了，我很高兴。以一般众生的凡夫的病，老早就死翘翘了，还这么多年化疗，再怎么化疗，化疗你归化疗，而你的天道永永远远的不生不灭。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要理解啊，你们的尊严，你们的尊贵啊，你们叫天人合一的。虽然你们不是像一般的跳党哎，都要皮皮穿啊，而是已经进入天人合一啊。所以我们广结了好多教派的善缘，尤其大凡寺你们大师兄在的时候，很慈悲带各位到处访道啊，无论什么教派都是续前生的缘，目的是让各位了解你现在的心处在什么地位啊，所以大家要理解啊，你大师兄都带你们到处跑，在考验你们的信心啊，考验你们的智慧啊，所以他也不说，我也不讲，我就看着你们怎么来做决定。所以我也不反对你们到其他教文去护持，我不反对，有缘人要去多帮人做无畏师、无畏布施。所以前几天啊，上个礼拜我来跟各位说我要礼拜五要来上课啊，那黄振华阿华啦啊，怕我误会，我师父啊，我带同修一起去，什么什么寺那边，啊，那，你不必解释，我不反对，我也赞成你们到处去续缘去看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自己的心安顿在哪里，啊，所以。你们怎么样的修行，凡是对人生有意义的我们就去做，
啊，这家庭爱先顾好，你顾不好，其他的免谈。啊，我们一面修，家庭的孩子有老祖、诸佛菩萨来给人道教过，看赢啦，啊，别看输啊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，啊，那是爱慧的智慧，啊，那么一化开天就是头脑智慧，再化辟地就是行，啊，这开天。这思想和力行怎么一定人力其中啊，就是人自己要去悟啊，要去悟，所以老祖传了那么多的话，尤其用易经，易经就是阴阳对待的法则，易经啊是我们善恶啊的法则啊，你善则化啊，你百事亨通，不善的话你会有很多万事不通啊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老祖给我们的话啊，凡事要用意，凡事多沾啊，多沾绝对不会有错，你多沾再唤醒觉性，唤醒觉性，唤醒觉性很重要。而且你问的、所请的神，就是自性如来。自性如来，每个人都是如来的化身呢。哦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有开示了，啊，在过去燃灯佛所，就是自性无量劫前你的自性。这是燃灯佛所，每个人都平等。释迦牟尼佛、佛陀是代表每个人的觉性。释迦牟尼，他是代表每一个人的觉性。啊，所以印心觉明。在民国71年，刚好在学修行的阶段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陀呢，啊，借着谢老师的口，啊，王禅老祖，未来有一天有事情，你要帮我忙。要超度他的释迦族，我就不以为然。佛祖你已经成佛了，还要谁帮你忙？到了3年前，啊，我一场病，不够半生死，啊，就是我们去。尼泊尔去印心觉明，啊，那
去参观当时释迦子被灭那个地方，血流成河啊，这是有因果力，所以我就回来没有什么。回来之后我们好多去了我们法师博士班的，回来然后的天干都靠票，延明法师你看到回来第八天，第八天才看到才开始半个月啊，等一下做一一半以上，然后天干都靠票啊，那接着就换我住进台中荣华医院啊，我并不感觉那是什么啊，在荣华医院住的时候啊，济公啊借一个修行者三更半夜打电话到荣华给我，他说你跟释迦族有缘啊，他们被灭2680几年了啊，那要为他们超度解冤释结。我跟他说我哪有那个能耐可以解冤释结呢啊，他济公哎啊，不然你为什么在民国71年释迦佛陀跟你说你答应好，我因为那时候我公公嘛啊，公公啊，所以我答应好干嘛就公应哎啊，没有想到等到几十年后果真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，跟我说你要把这个法仪写出来，若是不写出来你会多高票，你要的徒弟弟子给你多少一半以上啊，你也没境界哦。我有境界，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啊。那时候我们有百日在仙佛寺啊法会，阿弥陀佛的法会，才特意设了一个解冤坛，盖弯坛，都是每天晚上7点开始啊，解冤坛开始诵经、火供、供养啊，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，我就静下来问济公啊，如来，哈哈，如来，我这样做对不对？啊，那济公哈哈，如来，那你来告诉我先，我这做了就好了，不对的话，啊，你就来直接指点嘛，要把事情圆满嘛。啊，那么济公哈哈如来，他说高僧戒斗那么多的徒弟，竟然没有一位愿意为释迦族子辩灭的来做解冤，那么多的高僧戒斗都没有人愿意啊，就是没有人愿意，为什么偏偏落在我是外道啊？那哈哈如来他说他开始了，这是因缘法，因缘法学习带万里兵愿我心共妙地好，那
我跟哈哈如来说，那便灭又不是我灭的，那就不是你灭的，你才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一些为世家族啊解冤释结啊，世家族不解冤释结，天下一定继续乱啊啊！所以老祖师尊开示的，我就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把这件事情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来为释迦族解冤释结啊！这个在告诉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注意啊，你这一生跟人家结恶缘，哪一生啊恶缘一定会产生果，所以我们这一生老祖师尊给我们以易经指点正确的方向，风水建设好环境，融入自然的环境啊，那么宗教这解冤释结啊，消灾化解，在三合一的法门是维新圣教同修们五千年来最完整的教法。过去我没有这么详细跟各位说明啊，因为现在时机也到了，我证道了37年，包括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文证道了总共101件的功德天，大家一起来证道，这是天意，也是老祖给我们的机缘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，大家有时间啊要好好修啊。接下来有人问我说，师父啊，你还得出头啊，罗照还得出头啊，那耍来是啥哈，你看那是啥啊，来讲述啊啊。接下来就是要世界和平啊，世界和平啊，这路途很宽很广啊，不是只有说说啊就会和平了啊，家里就和平不了了，你要跟随和平，所以老祖会开示很多路给我们学习做神做佛做圣的啊，这个妙法心法啊。接下来我们所祈祷的就是世界和平，世界天伦永续啊，大家平安啊，台湾平安以外，我们就要让地球各国有缘的都能平安，只要那个心绝对可以平安，尤其我们有守护神，我们的大守护神护法神啊，药师佛的日月光菩萨，日月同辉，天恩永续啊啊。所以维新圣教的教法啊是广义的，不是那狭隘的啊。那么要做到广义的，我们平时每天日常生活的，我们要懂得修行啊，就是凡事要用意，可以利人和利天呐。那我们要为各位啊再来讲解阳宅风水学30则，我今天都还没正式进入，
所以进入到城乡啊，各有不同啊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式的进入啊我们所需要的？我们下一个礼拜天，下个礼拜五，我就会正式进入阳台三十则啊，教各位啊，你们有时间的话，你们就回来；没有时间的话，啊，以后再回来也没有关系，啊啊，趁着我还有一口气，啊，我还没有讲完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因缘，赶快把它讲完，啊啊，让各位也都能了解，好，啊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郭讲师，啊，阿花啦。主任，还有啊，以真啊，同修啊，各位班长啊，你们的相互协助啊，能够让大凡寺的法脉啊延年，让啊各位同修能进更进一步的啊来了解义之大道啊，义之天道。啊，太平之道、和平之道、平安之道，啊，唯心圣教、易经风水、宗教立人天的妙法，祝福各位。